Prima.我操！怎么这么痛？你疯哪了？言语毫无。正常，正常干嘛？我们这小城市一个月2500到3000，然后他卖3000块钱的西装，谁买嘛？疯了。那还不如找表哥买呢，对吧？找表哥几百块钱搞定，品质又亮哦。妹妹看到都流口水啦。小城市小老板也不会买3000的那种休闲西装呀，关键他还是休闲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比尔吉沃特的人子，当心炸药桶。 Ally has been slain。 再见。哎呀，那把沉默饼干吃不了我。大海和人们背叛了。算了，不赚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兵线有点亏。又一个！我操，这盖伦伤害！真的假的？血吧！这一个空速短剑的伤害吗？更多火药！干嘛？我他妈问你话，你干嘛？我的归来。团长1到4级弱很正常。大海。1到4级他本来就弱。憎恨，Shut down。这个坐西兰刀还算强势啊！就在你装备领先的时候，你有一整件，别人没有。炸不到你是吧？剁碎他们的骨头，烧吧！放手！开枪别算，赶紧升6级，炸死他一大招。侧弦开火！我感觉伤害就不够，所以要赶紧升级。升级给个大伤害就刚好够。水中重生，
远离杀戮家，我要和他们消遣一下时间。干嘛？不要以为我不炮手线还是回家。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好、哦，对面都开始唱歌了。哎呀，对面都开始唱歌了。Shut down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中断他们的阵型！冲啊！又一个！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要不要回家了？再吵了。我的仇恨。有点吓人了。我少了个被动，让他没了。更多火药！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好丑不过了，太大了。洗个澡吧，整个闪现，因为我没眼，但是进草里面的话我不是很敢靠近。下路过来，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回来时会变得更强。烧吧！火鸡一念，一次转身，绝不是对手。干嘛呢？操！干嘛？怕人是不是啊？哎，不许当兵，不许当兵！是王子、哦、更多火药，在我擦钱，眼里好受多了。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
他妈的，操！我很好奇，这个人到底是从哪里过来的？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！啊！我操！找你报仇来了，他们，你能跑得掉？不可能跑得掉，人车不守恒，车看死。该吃个饿了，带他们下路不见。我的归来。又不管是你，冷静一下，该我了。哎，我以为是高手的。我操！慢死去，争取他们的奖励。纵有高手。我满血了，你干嘛？一百。嗯，闪了吗？这么痛。这下真秀不了了，破败者，操！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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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糊了！不死不回家，不死心里面不舒服。我去下路带给所有人，上路没塔了，我不太想去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能帮你吹一下痕迹，我怕表哥
他表哥生闷气吃醋，你招表哥仇恨，这个蛮真办不了。更多火药，刀法，死亡轰炸，我虽然失去了船，滑走了。哇操！扣皮发嘛？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，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需要大招帮忙吗？follow me follow me 打团我无敌，还敢还手？啊，这么厉害！这也是高手，但是中单再打一会儿。我怀疑他是大鼓竟然乱甩，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我没那么早下播的，你一般你不会播这么晚的吧？又一个清算就要来临了，这人就是炸。没进不到了。干嘛？他没 EQ 过去啊、哦！牛逼，还杀？最烧的是还杀？行吧，骂呢还行。看他的名字，人帅是非多，007。
来 motherfucker， 更多火药。我要不打大龙，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你敢挨我捅的是吧？侧影。小子，挨我捅的，记住了啊！干什么干嘛？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烧吧！死亡的潮汐是我的归来。还被挡了，我的天！我操！炸到他！好嘞，先，小兵加油！你是最棒的，再来一拳，再来一拳，打呀！我操！